在这里啊？哦，卖东西啊。我很久没看到嘞。哎，那行嘞。哎，我要去一个那个客家文化会馆啊。哦。听说那边有个声音展，而且三楼还有很多的客家文，我觉得应该很精彩，有内容啊。嗯。我想去看看。哎，还没摸一个呢。没去过啊。嘿。那你待会有没有空？我们一起去啊。那在哪里呢？在哎，我记得是前面啊，住宿上给红岸底波呀。因为我只去过一遍，我记不太清楚。但是我们去找找看嘛。好，去哪里？好，走走走。哇，哎，如果我们没有来看的话，真的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哎。对呀。哦。哎，是不是客家人啊，都信仰玉米家同三珍国宝庙？对呀，而且还有那个八公啊，也是我们客家信仰的特色之一。在我们客家的庄头里面啊，我们的土地公啊，一定你都会看得到。我们客家话叫做八公。哦，好有意思哦。而且啊，我阿公啊，以前都住在乡下，我小时候去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哦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小孩子如果只要一经过八公前面啊。我们一定要跟他敬礼，或者是要用双手这样子给他拜拜啊，表示我们一个尊敬，而且他会给我们保佑平安呢。讲到了，我也想到了，嗯，将要办开喜节，他们要提那个灯笼。哦哦。嘿，那时候小时候啊，岁年啊，都会去八公附近啊，摘那个榕树枝，嗯，然后呢，一路学鸡叫这样子，像赶鸡一样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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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然后赶到自己家里的那鸡鸡哈，把那个榕树枝插在屁内哈，哦，这样子鸡会很好养。哎呦。哎呦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，很有意思呢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要多来看看这些文化展览了，我们就充实好多知识了。对，而且我们看完之后还回到好多童年，我们小时候常常在里面玩啊。嗯，哦，哦，那像我们八公啊，旁边那个榕树啊，我们都在那底下啊，玩弹珠啊，玩什么？哇，整个那个画面全部都回忆回来了。听讲到岁后的细节，那个事情都说不完。就是嘛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哈克。对，对不对？哈克，我们不要去哈日、哈韩。对，所以我们哎呦哈嘎发，我们都学学客家文化，我们就可以里外的内涵都可以兼备哦。唔爱去呢，做秀杀，做秀杀，八公，灯笼，灯笼，岁年。匿名家。